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开拓游艺魔法。深蓝的小桶有害垃圾的桶到处向桑博泰斗了。星穹铁道 2.4 活动攻略。打怪活动第三关。难度一，直接自动就行。没什么注意事项，就跳过了。毕竟，这桑博画像也太逗了。难度二的话，有卡夫卡可以替换掉艾斯达。也是自动就行，或者最强敌呢？应该成功率挺高的，不用被提克。而你家这关是桑博战机会在对面召唤桶，桑博大招会触发桶的大招，给对方挂雷电弹。这一你就这么祝福吧，